近日，汤唯在社交平台上晒出四岁混血女儿的侧脸照，并配文六一快乐。照片中小美女张着单马尾，侧脸像极了母亲汤唯，但是竟没有一点混血感。她站在即将盛开的花朵旁边，纤细的小手做呵护状，看起来很是有爱。汤唯在观众心中一直都是高冷性感的荧屏女神形象，这次罕见晒出女儿近照，有网友感叹道，汤唯都有女儿了，不是竟然都结婚了。2018年，汤唯首次晒出了老公金泰勇和女儿的同框照，照片中扎着充电链的女儿骑在金泰勇的脖子上，金泰勇一手扶着女儿，还背着白色的斜挎包，隔着屏幕都可以感受到女神汤唯的幸福感。而在今年3月份，汤唯还晒出了女儿背影照，带着一口京腔说道，今儿个妈妈和你跳牛皮筋儿。从汤唯晒出照片中可以看到，照片都为侧面或者背面，她十分注重保护家人的隐私。